Hello Life 生活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KK 洪以翔。大家好，我是新凯。我们想最近呢，就是我们的近期计划有什么？我们近期计划是我们两个有演一个影集叫《白手阿巴》，那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是严浩，那里面这个角色会比较活泼一点，那里面也很多彩蛋在里面，大家可以进行期待一下。你呢？我是在里面饰演 KK， 就是我自己本人。那也是导演为我设定的一个新角色，那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两个首次出现在大荧幕上的这个戏剧作品，那大家敬请期待。还有最近呢，我要过20岁生日啦，所以我有办首场自己的生日演唱见面会，就是在10月16。那希望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然后我的票现在还是可以继续购买的，以及我的生日限量 T 恤是我的，算是小小礼物，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跟我共襄盛举。未来我还是有很多广告啊，或者是戏剧电影这一类的作品，那我目前还在筹备当中，所以大家还可以敬请期待，可以在很多平台上面看到。希望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作品，然后让更多人看见我们。你最想最想的愿望是？我最想的愿望是演一部真的是电影，然后在可以在电影院里面看到的，就是可以安得上的。对，我真的希望可以走上金马奖。如果你演电影，我跟你讲，我答应你一个要求。好，如果你演电影，我包场，好不好？完美，这样可以吧？真的，赶快！希望各位前辈们，如果有电影的话，可以找我演，谢谢。那可以。那我呢，就是因为自己本身是喜欢主持，也很希望可以往主持人方向去发展。那希望有各大的商演活动或是校园场都可以找到我，然后找我来做主持这个工作。那希望你们也会陆续的就看到我们更多的工作作品，以及有更多好的发展让各位看见。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哦。好，那么性感先。从原子前一直到现在，一路上谢谢我的粉丝这么的支持我，对，包括给我们很大的努力啊，或是包括我们应援活动，或是应援商品等等的，其实都辛苦你们，因为他们也是付出蛮多的，对，我觉得粉丝的力量也是真的蛮大的。而我呢，就是要谢谢我的粉丝们，就是一路以来的支持，以及从我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从我拍抖音到现在已经出现在电视上以及荧幕上，那也非常感谢你们一路以来对我的肯定。那最希望的是你们不要花太多的金钱，因为赚钱很辛苦。那希望你们可以用你们的行动，或者是来参加我的生日会，以及我们可能公司有出一些是官方授权认证的东西再来做购买。那不要买太多礼物给我们，你们只要给我一张小卡片，我就很感动了，因为我都会慢慢去看完。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在未来继续支持我们。